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威哥。我们今天继续玩火影忍者手游啊，就是今天这个限定新人的啊，叫做疾风犬种牙，对吧？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这还有免费的高招，我们先招一下啊。好，确定啊，现在开始购买。哇，六片啊，就是一次。带六片，两次，哎呀，三次，靠，四次，五次，六次，六次啊，才20片，七次啊，八次，再来六片就好了，九次，再来六片，十次，还要来一次。还要来是十次了，这11次了，12次了，才12次。靠，多出4片，好坑，多花了4480啊！我们去招募一下，疾风犬种牙有多溜？忍者详情我看一下啊，在空中或者脐橙中释放，会直接施展牙通牙。脐橙时刺完的通牙命中也会增加奥义点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在脐橙状态下，普攻会释放出裂牙，仅刺完命中是不会增加奥义点的。棘牙、狼牙，就算不直接接触对手，也能将其撕成两半。好像是有可以按两次吧？这哎。我这个可以升星，刚才打完决斗场嘛，是有送碎片嘛，对吧？犬种牙刚好，小的犬种牙也升了，这个先把它拿过来吧。我们先去练习一下啊，这个赛季才打了中等二啊，实在是可怜。很坑啊，特别是最后两三天打得越打越坑啊，这个就不管它了，我们先找一下犬种牙，在这里，我操，带了一只这么大的狗啊，我操，这什么鬼？这招数好帅啊，这是普攻哎，普攻连三次了啊，我们看一下一技能吧。哎，普攻再打一次，我操，这个技能，看 A 技能吧。哎，骑啊，骑的狗，多连几次是吧？骑着狗，哎，骑着狗以后速度变很快啊，但是还只有几秒钟。我们再看一下几秒钟啊，骑一下，1秒、2秒、3秒、4秒、5秒，差不多4秒多左右啊。还有二技能吧。我直接拉过去啊！再连个二技能，不行了啊！来，我们把那个骑的啊，然后开二技能，看下大招吧。这个我还以为就一下，原来是有两下啊，还可以啊。狗狗咬到，这要第二下碰到才有奥义点，对吧？狗狗咬到的时候是没有奥义点的，变快。牵了一只大狗，我们等一技能，跳上去打它。
它完全是靠苦功的。可以连三次的。这家伙就不行了，算了，我们去打一下吧。疾风七班啊，记得是疾，这应该是第八班吧？哎，陈总牙在哪里？陈总牙、疾风楚田，还有一个什么来着？疾风有女志乃，这应该是第八班吧？啊，我们去试验一下战场实战效果吧。疾风八班出来了啊！七狗，哎呀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七狗，哎呦我操，跑不掉了。因为他这什么玩意儿，居然给他保护了，我操，直接穿死了，这应该是对方也琢磨不透啊，我的技能。我自己都不知道技能怎么弄。走路狗狗。哎呀，跳坏了！靠，被扎死了，这么快！我还想一串三，好了，没了。呀哈！这家伙直接开这个玩意儿，一巴掌摔死他啊！趁他没奥一点，找个机会虐掉他。哎呀，这都错过了！你跑，你给我跑一个试试下。哎呀，我一步，我的天哪，错了！来一下，已经解决了啊！一个电就解决的事情，还跑来跑去啊！浪费我时间啊！再来，4OM 什么意思？这是只能骑狗的动物啊！走起！你不晓得，哎呀，他也开了啊！靠，还被直接电下来啊！
我去，哎，自己跑得太快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啊，飞死了，自己被自己作死，牢牢的，开老孙以为我怕你啊？打妹妹，哥哥打妹妹，你忍心打你妹吗？啊？啊？哎呀，我操！哇，还真忍心。一巴掌扇死你！这么狠心对你妹子啊！刚好这个段位也好练习英雄。哎呦，完了！起飞！呀，错边了！一个巨大的雪球，巨大的虫子球。两个都是动物，就楚田一个妹子跟着两个动物呢。现在背景图都换了，不再是有雪了，又变成葱葱绿绿的了。春天到了。啊，这么快开大？你开玩笑呢？操！挂机了，我操！我说怎么这么好打？可以在空中放啊！他的蓝通牙二技能可以在空中放，是吧？先让他放啊，让他释放一下。哎呦！哎，这个糟糕了！哎呦我操！好复杂啊！
我操，被砸死了。这个有点难用啊，比较难上手啊。他这个讲究角度的，这个就比较难，难掌握啊，这种。你要不要这样？这个时候挂机又，又刷不了50胜是吧？这么大晚上就开始挂机，应该5点开始挂也好啊。这么开一个晚上不是浪费电吗？是吧？啊，不过没事啊，没错，现在50胜刷起来也可以的。要拿这个西冷跟我打，有点难，我自己还掌握不了这个牙通牙犬种牙。起！我才刚跳起来，哦，还带乌鸦的，谁让狗狗？哎呦，好快！哎，这个套路好有节奏，我都运不来。李洛克有这种套路啊，他是1212我都按不出来。这家伙不一般哈。哎呦，我怎么被砸起来了？这叫什么回事？完了，开大值了！我操，被他一个小西冷一穿伤啊，6元里！这家伙好牛啊，都打到暗部一了，我说！来，追我！迟早都要中一下的。来呀，奔跑吧，兄弟！我操！让你跳，让你烂！又拿个小兄弟，奔跑吧，奔跑吧，妹子！奔跑吧，楚田！好狠呐、啊！完了，这家伙就等我画分身。没摸准他的套路，前面轻敌了啊！有能耐让他再来一次、哦。我这500金也到了，我们还是继续匹配一下吧。他高手太强了。嘿嘿，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怎么克他？
我都不会替我挡一个子弹。连不起来呀、啊，怪啊！刚才不知道他怎么连招啊，很多的忍者都不知道怎么连。这么快就被砸死了。好困啊，哎呀，惨叫啊！接不到，接不到。哎呦呵，这家伙直接把我扔进去了。这么狠干什么？只是随便玩一下而已吧，至于吗？又不赢得，又不分，又没分，是不是？哎呦！能跑，躲得了核弹，跑不了庙啊！跑不了我的村，哎呦啊擦！又死了！哎，这群人作怪啊，作孽啊，拍得我很。欺负我，操！又是这个邓龙啊！哎，怎么买犬种牙的人这么少？都没碰到对方用犬种牙的。我又买了个收藏忍者，仓库忍者。我刚骑上狗哎。我要死了，没奥一点了，这要被他漂亮的一串杀了。哟，我的天！开了个扩一直增多增加死亡时间而已。哎，我操！我按了半天。哎，你晚上剑有失灵了。靠！我刚才按了半天，怎么没按到闪电呢？
觉虫子还是挺好用的，最起码能跟踪人。哎，草木又上当了。老是看到他人往上走，我以为那个针会往上飘，然后刚走上上又响，又可能在下面。最后打一把，打赢一把就不打了。哎，终于碰到同样的阵容了，这个想法和我一样啊，积分第八班。就狗。对不起，老了。没有，这个打的没脾气啊，都很难控制啊，这。我们要抓紧时间。哎，完了完了，看起狗，咱们不起狗了。哎呀，完了，豹子跑不掉了。这怎么应该来说能赢他吧？麻烦大了，又来。靠！我还傻傻冲过来给他打。哎呀，又错了！哎，还是能不能把他拉起来？啊，打得差不多，先打到这里吧，明天再继续玩这个犬种牙，再去研究一下。那我们再去练习场练习一下吧，看看他的连招是怎么连的啊？比如说，我们一开始直接跳过去。那我们这一跳过去，它肯定有动作的，对吧？我们护卫一下，让敌人攻击。这么远都会被电到。
好混乱。他打也可以跑是吧？啊，不打不打。可以拉回来打哎，但是连不上啊。就先这样吧，录制到这里了。